경탁세아록가혹인야소라이고나자라더회등향낭멍쇠모색자이가닝다모지가이소이자이더분형시시우황행가와各色格宁达，多虽在厄利亚该西多，天过了三年又六个月，平地起了大饥荒，多以色列有好多光顾，厄利亚却无可能帮任何人个，只是到启动扎尔法特。这个关乎何个？要到厄利所衰灾的时候，以色列有正在太过，但是无一个得着洁净，只有叙利亚的拿阿曼，大卫当听到这撮话的人，真正生气，将耶稣主赶出去，领伊到一个山顶。就爱把伊推落去，但是耶稣主又伊人当经过走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人。各位兄弟姐妹，到耶稣主迄个时候，犹太人对这个外邦人。罗马人也好，撒玛利亚人也好，这个叙利亚人也好，是有正在偏见。伊人觉得家己是天主所选的民族，家己是异人，天主特别保护伊人，要推选其他的外邦人。耶稣主道加这个福音来拜。到会堂的时候，就提醒人，你较知啊，古早时这个厄利亚衰灾的时候，这个大荒者，就是无好食的时候，衰灾去了这个光乎一个，要行了这个奇迹，所以有好食。了，另外到这个厄利所衰灾的时候，有一个北方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官，这个官来找衰灾，伊是有这个太过病的，了伊就医好。只能在天主有照顾一些人，咱比如在。因人古早到这个埃及的时候受苦，天主派这个摩西来教因人出离埃及，得到自由。所以推着天主是对一些人也好，天主对这个外邦人也好，唔是呾天主有偏见。因人一些人家己有偏见，了人说呾天主本身就是有偏见，天主只照顾因人家己。我照顾别人，就是个思想是唔对个。你咱即阵，咱家己，咱对咱周围个人也有事，咱对其他个民族个人，其他甲咱大无朋友个话个人，甲咱无朋友宗教个人，咱有事本是有少些个偏见。有时咱对人后辈也带人个是排外啦，还是批评伊人啦，还是笑伊人啊，这拢是推出咱是有种世界心，咱以为是咱家己好，别人无比咱强，无比咱好，这世界偏见是唔对个。像只要咱会知，咱正人拢拢是天主个子女，所以天主爱惜咱达人，咱人对咱周围个人是家己人个好，家己着住人啦，家己等人个好。也是甲咱无朋友个，咱同样爱以天主个爱心来对待咱周围个人。
帮助祝福大家，感谢。